大家好，我是阿西，我现在有点空闲时间，出来钓一回鱼了，看看有没有。听说这几天钓鱼的人还不少，前面也有人钓，然后钓的都挺多的。看看能不能中午饭钓几条能够加餐的。然后现在刚好在涨潮，又钓一回。休息一会儿，看到吃了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应该是条，哎，终于上来了，哦，等了半个多小时才钓了第一条。沙煎鱼，可以哦。本来钓了这么久都没见到鱼，打算到回虎了，等太久了，不去了。哦，哎，这条力气挺大的。这条应该可以哦，黑雕，可以哦。本来打算再钓一回，没吃的话要回去了。竟然还送上来一条黑雕，也可以，可能有个六七两哦。好，继续，再等一下，再多钓一。吃了一下，嘿，小鱼，一条，这跟鲤鱼一样，这还没沉到底就上来了，跟那个鲤鱼一样，像这种鱼哦，有个须哦，这鱼肉也是挺香的。今天没啥收获，钓了很长时间，休息一会儿。哦，料被吃了还不知道，应该就是跑了。又是一会没吃哦。哎，又是跑了。又不知道吃，哎，吃了一下，哦，勾住了，哎，又是一条这个鱼啊，哦，幸好拉上来了，要不就又掉下去了。这条比刚才那条要小一点哦。又吃了。哦，这条还可以哦。又是钓鱼，这条也挺大的。哦，等太久了，有个五六两哦，还行。再钓一回了。天气挺热的。挺有力气的，你等太久了。
看到了，又是黑雕哦。两条啊，连续两条。这条比刚才那条要小一点哦。然后今天早上就从八点多钓到现在十一点多了，就钓了这几条啊，没吃那就回家了。看一下今天就钓了这几条，也就够中午回去加个餐了。两三条，还有沙尖，还有这个我们叫红鱼，这个鱼鳞挺粗的，不过鱼挺漂亮啊，两个胡须。跟咱们淡水的鲤鱼一样，长得特别像哦。这几条，也十一点多了，要回去了。天气也有点热嘛，那我们走了。